喂 ，Match， 好耐冇见喎、哦。喂，好耐冇见喎、哦。我啱啱喺呢头做完嘢，你而家有冇嘢做啊？我冇嘢做啊，依家。喂，咁不如一齐去食嘢咯。好、哦，我都肚饿，一齐食嘢啊。咦，你喺附近翻工噶？唔係啊，啱啱 interview 完啊。你揾新工咩？之前嗰份工做咗兩年幾，覺得冇乜挑戰性，咁就辭咗職咯。哦，好。而家都唔知想點好。咁你之前嗰份工係做啲咩㗎？之前嗰份工喺銀行度做 CRM 嘅，即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r。咁最主要就幫啲客人做一啲投資 planning 咁樣咯。哦，咁你係咪之後都係諗住揾翻啲銀行嗰啲工啊？嗯，其實我都唔知啊。咁始終銀行做咗咁耐，但我又想試下啲新嘢。但又好似銀行都係好啲。有冇諗住揾 headhunter 幫手咧？有啊，不過仲未揾啊。係，我識人喎，可以介紹你識，睇下幫唔幫到你手。好喎，咁你幫我安排約佢啊。好，一於包喺我身上。唔該曬你啊，真係。不如我請下呢餐，嗌你食咯。好，唔該。Hello，TT 你好。Hello.呢、這個朋友 Benjamin 最近咧諗住轉工，想睇下你有冇啲咩 tips 俾到佢。Hello， 呢啲你好啊。Hello， 你好。咁我喺呢度附近咧，等間開會，轉頭嚟揾你好唔好？好，冇問題啊。咁啊，拜託 TT 啦。OK， 好啊，好啊，我哋呢邊咧，麻煩曬 TT。好 ，OK。我份 CV 啊，唔該。好，唔該。咁你係咪諗住轉工？是啊，做了兩年銀行工，咁都遇到啲樽頸位，同埋覺得冇乜挑戰性，咁咪想趁自己後生跳出嚟試下啲新嘅挑戰咯。嗯，我見到你個 CV 都幾好，你做 CRM 有關嘅嘢。是啊，咁呢份工作都見識好多唔同嘅人，咁我自己眼界都擴闊咗好多。咁你係咪諗住做翻同銀行有關嘅工作？都是的，咁始終做開呢行。但是我自己又會想試下啲酒店業的工作，因為始終自己都很喜歡接觸不同文化的人，同埋覺得很好玩。但我又見到我朋友做一些廣告 agency 的工作，又很得意、很好玩，又可以好像拍片咁樣，同埋又可以成日見明星，好像很正咁。但我又覺得好像銀行的工作啱啱好多啲，又好像穩穩定定，我都不知點。其實轉工咧係好事嚟嘅，不過有時我諗要有個清晰嘅方向，解釋點解你要轉第二個工作，咁或者你以往學到嘅經驗咧，應用喺一個全新嘅工作嘅。不如我試下咁樣答啦。其實除咗銀行業之外，酒店業係我嘅首選。咁除咗因為可以見識好多唔同國家嘅文化之外啦，本身對呢一個行業都好有興趣嘅。咁我都會想試下透過呢個行業去慢慢發展，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咯。咁樣答咧就會好好多。咁其實咧就或者你可以講翻做 CRM 嘅工作裏頭接觸唔同嘅人物，咁樣亦都可以應用喺譬如酒店嗰度，用翻以往嘅經驗。咁譬如喺未來三年度，你有冇一啲工作嘅目標咧？
未來三年我會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咁聽朋友講，澳洲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最容易批。咁同埋本身自己都想去多啲外國，即係試多啲唔同嘅事物啦。咁但係又覺得澳洲好似啲天氣同香港唔同，又反常，奇奇怪怪咁。我之前都去過一次 Melbourne， 咁其實都嗰啲嘢都好好食啊，都好正，其實都好好啊。咁其實咧，我問緊你係工作目標，咁但係你就其實講咗自己理想心目中要嘅嘢，咁或者你可以將你自己想做旅行嘅嘢，或者可以擺埋落去，你點解想做酒店嗰方面，有啲咩興趣，咁或者會轉一轉個答案，或者會好啲，否則咧就變咗好離題啦。我試下咁樣答啦。咁未來一年至兩年左右，我會去投身酒店業，咁就去了解呢個行業，接觸多啲唔同嘅人，擴闊自己眼界。咁之後嘅一年左右就會去申請一個澳洲 working visa， 咁就去個當地做一個 working holiday， 咁亦都可以充實自己 CV， 亦都可以擴闊自己視野。咁樣好好多。咁譬如喺工作上咧，其實你覺得自己有冇地方要改善嘅咧？改善啊？冇啊，我都好好啊，同同事溝通都冇乜問題，都冇又話我啲乜嘢問題。OK， 咁同同事冇問題，但係你有冇同上司問下佢有冇地方要特別要或者特別要加重技巧啊，或者要進修啊，喺嗰方面又會做得更好咧？費事啦，咁但係有陣時佢都會同我講話我做緊啲嘢好似唔係佢想要嘅嘢咁樣咯。但其實我明明都好努力咁做嘢。咁我諗好多時咧，或者同同事大家同埋年紀或者同埋嘅階級咧，咁啊溝通容易啲。咁同上司或者你覺得或者唔係咁方便同佢溝通，咁但係其實呢個技巧都好重要嘅，因為你要了解上司要求啦。咁因為你話佢俾你做嘅嘢，你又未必做到出嚟，或者你覺得做咗，但又符合到唔佢要求，咁其實就係喺溝通裏頭有個問題。咁所以我諗多啲溝通咧，其實同佢大家傾，唔使定當佢上司下屬，或者當朋友關係去問佢，聽佢意見。咁喺各方面咧，你做嘅工作咧就會容易順利啲，亦都可以符合佢要求，亦都會做得更出色。明白。好多時求職之前咧，我哋要做個 basic research， 即係要研究下個工作需要嘅係乜嘢。咁有充分嘅準備咧，先去見工，咁你就見工咧就會成功。咁但係好多時咧，有多資料咧，見工嗰陣時之前咧係唔知道嘅。咁去做到份工嗰陣時咧，做下又覺得好似同當初諗嘅唔一樣。咁跟住就諗，我要轉工啦咁。咁其實如果一個求職者不停咁轉工咧，其實慢慢就變咗一個習慣。每一次咧做一啲嘢同當初諗嘅唔一樣咧，就轉工。慢慢你個 CV 咧就會發現咧，不停咁轉。轉得多咧，你又好難再揾到工啦。同埋，如果轉工之前，如果真係冇必要的話咧，唔好辭咗份工，係冇工嗰陣時咧去求職，因為慢慢咧你會發現好難揾到份工，因為未來請你嗰個人會諗下點解你冇工做而坐喺度揾緊一份更理想嘅工咧咁樣。其實冇一份工咧係最理想嘅，係咪理想咧？係靠自己令到佢更加理想。咁點樣令到更加理想呢？其實就係喺溝通嗰方面咧，要大家有多啲緊密嘅聯繫，同事啦、上司啦，任何嘅人同你工作嘅咧，都要大家溝通。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誤會就係因為缺乏溝通。咁如果大家有溝通的話咧，就所有嘢其實好簡單。好多時有好多嘢問題出現咧，就係大家冇溝通到。咁你以為佢想你做嗰樣嘢，但係我又以為你想我要做第二樣嘢，咁變咗做咗出嚟咧，就亦都唔係大家符合要求。咁你又覺得上司對你咧太過苛刻啦，又做唔到佢需要嘅嘢，上司又覺得你嘅能力有限，咁其實全部靠溝通。如果大家曾經有好簡單傾過咧，其實好方便就已經做到。咁慢慢咧，其實會發現嗰份工咧，其實係你心目中想要嘅，或者比你想要嘅更多啦。哦，原來溝通咁重要，我仲以為多啲表現自己，多啲 social 下咁就得添。多謝你啊 ，TT。OK， 冇客氣。咁我諗其實咧喺interview 嗰陣時咧，或者多啲練習。咁個練習咧其實就唔係去練習點樣應對，而係多啲同人傾偈。咁你咧會放鬆啲，有多啲自信，同埋記住 interview 嗰陣時熄電話。
喂，點啊 ？TT 幫唔幫到你手啊？幫到手啊！如果唔係佢講，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咁多溝通技巧需要改善。講到溝通技巧咧，等我介紹一個特工你識啦。特工。农福会一直致力推广农健共融，同我哋一齐学手语啊！向听障人士伸出友谊之手。等我估下先。我想你都是估不到的了。其实刚刚我练手语是讲紧话，帮助有需要的人一起发放正能量给身边的人。哦，系呢、这个是要。有需要的人哦，帮他们积极努力发放给身边的人。哦，其实我都差不多估到一点了。OK 的，我的心都是这样想。嗯，那其实 Rachel， 你做这份工作呢，就是都算是冷门的。当初呢，为什么会入行做手语传译员的呢？其实呢，应该讲回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啦，我的义工服务对象是一班农人，那那时呢就刚刚开始接触了一些很皮毛的手语，那就觉得手语很漂亮，之后呢就一直都念念不忘了，直至到后来呢真的投身社会工作之后啦，那就真真正正由初班开始学起，那就后来很幸运有一次刚刚见到、香港农人福利促进会请手语传译，那我就胆粗粗去试一下，也都很幸运到最后呢他们都请了我。非常之犀利啊！咁其实咧，手语系咪好似即系字面咁讲，我用啲手部嘅动作咧就可以表达到个意思咧？嗯，其实除咗打手语之外咧，佢打手语嘅时候，佢个方向啊、位置、力度同埋表情都好重要噶。系，例如点样咧？可唔可以示范下教下我？例如，好啊，例如呢个系电视，手电视，电视系啦，系啊。另外呢个就系、是。晚安哦，系啦，好似太阳落山咁样。O、okay, K， 即系打侧手。哦，如果咁样咁样会做代表咩？向前就变咗叫人收声。收声系啦，收声，千祈唔好。晚安变咗收声，打侧只手。哦，打侧。晚安。晚安。系啦，仲有一个， okay, 多谢你。好，多谢你。系，即系呢个可以做多啲啦、這個，一定实冇错嘅。冇错啦，呢、這个实冇错。系。咁其實都唔容易喎、啊。嗯，都係噶，練習多啲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咧熟習多啲。哦呵，咁其實你花咗幾耐嘅時間先至可以成為呢個叫做全職嘅手語傳譯員啦？其實要真正讀曬初中高班啊，或者深造班呢一類嘅課程咧，時間並唔需要好長、嗯，反而係你讀完之後，你究竟有冇時間去用啦、去浸啦，同唔同嘅農人去相處，學下佢哋嘅溝通方法，呢個先係最長時間。嗯哼，咁我都明白嘅。咁如果但係其實一個語言裏面咧，即係有咁多種詞匯喺度，係咪真係我個手部動作足夠表達曬咁多個意思咧？嗯，其實要去做傳譯咧，最緊要你要明白咗你要傳譯嗰段內容嘅上文下理先啦、嗯。因為有陣時候可能佢會有一啲更深層嘅意思都未定，例如好似我哋成日都話我哋一齊圍埋打邊爐咯咁。咁其實究竟我哋真係坐埋一齊食嘢嗰個打邊爐啊，亦或其實係企埋喺街嗰度圍埋一齊食煙嗰個打邊爐咧？哦，嚇，係會有分別㗎。一做出嚟嘅動作都會有分別嘅。會，當然會有啦。哦，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咁。除了呢度之外啦，咁我哋好多時即係會有啲專業啲嘅名詞噶嘛，即係或者法律上面啊，或者醫學上面，咁呢啲我哋嘅手部動作要做起，會唔會又有啲限制咧？會有限制噶。通常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哋就會用意譯嘅方式咯。啊，點解係意譯嘅方式咧？意譯嘅方式即係將嗰篇需要傳譯嘅內容咧，將佢變成一啲用意思嘅解釋，例如好似我哋講緊嘅三酸甘油脂啦。咁如果譬如我哋手語真係冇一個正確嘅手語去真正嘅手語去表達嘅，咁如果我哋就係用字面咁去打嘅時候咧，未必會明白個意思喎。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一個解釋嘅方法，就係話俾佢聽係由食物裏邊吸取到嘅膽固醇。
哦，係咁，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令到佢未完全地明大部分咁嘅意思啦。都可以咁講，應該話佢可能照字面解睇個字嘅時候，佢其實唔好話聾人啦，可能譬如健聽嘅人嘅，就算睇到可能都未必知，因為呢啲醫學咁專業嘅詞彙。咁我哋用解釋嘅意思就俾佢知道翻，哦，原來我呢個指數高係邊度得嚟㗎？哦，原來可能我食錯嘢，食得太多油膩嘢啦。啊，咁就膽固醇高咗啦。咁好，非常有意思。Rachel 啊。咁你入咗行幾耐咧？做咗5年啦。5年啦。嗯。咁其實你哋工作又劃分啲咩種類嘅咧？其實只要有關聾人嘅話，無論生老病死，我哋都會有需要去傳譯嘅。另外，政府部門啦，或者係一啲電視節目啊、立法會，我哋都會要兼顧到。咁而家咧，一定已經做過好多唔同嘅 case 啦。咁多個 case 當中，有冇邊個 case 令到你真係覺得哇，好感動，好感動啊！我想要講一對聾人夫婦啦，其實我都跟了他們很多年翻譯啦，譬如可能他們去覆診我都會跟他們做。他們在香港是母親人的了，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們就突然間想到，究竟即過身之後究竟我的後事怎麼安排啊，所以我就陪了他們去申請有關的服務啦。去到要寫平安紙了，要怎樣安排他們遺產分配的時候，他們居然說要在張平安紙上寫我的名字做遺產受益人。所以那一剎那就知道，可能因為真的跟了他們這麼多年了，他們都將我成為他們當成他們家人一樣啦。就算我說了很多次說不可以的，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都拒絕不了。到最後呢，唯有要靠我們上司啦，幫我們跟他講翻，解釋翻清楚我們是不可以接受的。哇，這個絕對是我聽過呢都是一個很感動的一個 case 來的。其實手語啦都可以說是一個溝通的橋梁，會不會因為這樣令到你多了這一類的朋友呢？絕對會啊，多了很多聾人朋友，而他們每一個都教識了很多東西，就好像我老師一樣。做了這麼多個 case 啦，當中最困難的 case 是怎樣呢？遇到個講者講得很快，很快，又或者是一些很深的專業的詞彙咯。怎樣去解決它呢？解決啊，我想如果一般人可能他們就會很安靜、很留心地去聽啦。我就很奇怪的，我就調轉，我要將我講者講嗰番説話，我要自己再口噏噏講一次，跟住一路打，先至打得到咯。但如果去到專業嗰啲咧，就真係要事前要請教翻啲專業人士啦。Rachel， 想問一下你啦，呢一行咧有啲咩入行門檻呢？一定要有好的手語能力啦。另外，因為在傳譯的過程裏面同時都會出現中英文的，所以最低都要中學畢業，還有中英文的能力要良好。對於你來說，一個好的手語傳譯員要有什麼條件呢？我覺得要持平啦、中立，不應該因為個人的習慣或者自己的想法對於這個傳譯的內容有什麼加減，又或者選擇性的傳譯，這些都是一個專業手語傳譯員應有的操守。咁即係要原汁原味啦。冇錯啦。咁如果想入行嘅年青人咧，應該做啲咩咧？學手語啦。同埋要把握每一個可以練習手語嘅機會。咁另外呢份工作啦，個收入穩定性又係點樣咧？因為我係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嘅全職手語傳譯，而聾福會咧亦都係得到社署嘅資助，所以我嘅收入咧係穩定嘅。Rachel 啊，對於呢一行嘅發展空間，你又點睇咧？其實香港現在對於手語傳譯的提供意識是不高的，坦白說行頭是窄的，除非真的落實執行到溝通無障礙，將手語變得普及，那可能才會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對於政府和私人機構給你們的支援，你們覺得有什麼可以改善呢？其實我覺得首先由政府做起先啦，在各個資訊裏面都要加入手語，希望從而可以影響到其他的公司型機構，將手語可以真正融入生活咯。其實現在很多的電視節目或者資訊都已經加入了廣東話、英文和普通話的了，字幕方面也都有中文、英文，甚至乎有時是中英同步。其實手語都是其中一種語言來的，為什麼在加入手語的時候就會遇到這麼大的困難呢？聾人其實都是香港的一份子，希望社會可以真正明白到聾人的權利啦。非常之認同啊。最後 Rachel 啦，對於想入行的年輕人有沒有什麼說話想跟他們說呢？
要學好一種語言，學得流利咧，其實係冇捷徑噶。學習手語先至可以令到自己真正去認識到究竟對呢個行業有冇興趣。因為一個專業嘅手語傳譯員咧，條路係好漫長噶。嗯哼，非常之明白。好 ，Rachel， 今日多謝曬你同我嘅分享啊，令我對於呢個手語傳譯員嘅認識咧多咗好多。咁希望你咧之後可以繼續努力，堅持你嘅抱負，去幫更加多嘅人。嗯，多謝你，我會繼續努力啦。好。在香港呢，社會仍然不是太重視手語這個文化，放在這裡的資源也是非常之少的，導致合資格的手語傳譯員數量是短缺的。而 Rachel 就是當中少數的一位全職手語傳譯員，不過透過她的努力不斷地學習，除了在事業上有一定的成績之外，最重要的是她工作上拿到那一份滿足感。如果你好像她一樣具有这份热诚，不妨试一下这份这么有意义的工作。